今儿开个榴莲盲盒啊，这个50块钱买的，买个小榴莲，然后看一下能开出多少肉来啊。第一半，哎呀，这还不错啊，这个太小了。哎呦，先放边上啊，这第二半。行，这两个肉了吧？这个，这就算了。然后第三张肉，这好像熟的不是那么透。哎，还可以，但也不大，但剩下的应该是最大的。哇，哦，这是最大的地方了。来看看一共多少啊？一共开出这些，合适吗？50块钱，尝尝味儿怎么样啊？嗯，就这杯。